我已经往这个城堡这走了，这是教堂。我刚才在教堂里啊，听了一会儿他那个法事啊，也就是说今天是那个圣诞节，但是呢，完全听不懂，而且我特别反感向别人下跪，然后他这个祈祷到一半的时候还要向耶稣跪一下，或者向上帝啊。虽然这只是一种仪式性的，但是我很不喜欢。我觉得人应该站起来，但是确实是这个基督教文化，或者说是这个宗教文化呀，在欧洲和中东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，精神食粮。这东西也是抹杀不掉的。我曾经在一些文章当中也写过，我说这个人的宗教信仰啊，其实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头脑当中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无限的这种畏惧和敬重，这种复杂的情感，所以呢，产生了人类的神的崇拜。那么这种神的崇拜呢，最终发展成一种宗教文化。而这面是个城堡，就挨着这个教堂建。我以为这是个烟囱呢，后来到底下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塔楼啊。这个城堡盖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建在一个半山腰上啊，周围是这个围墙。说实话，你从这面看的话，你要从那往上攻啊，还是很难的。我估计给我1000个士兵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城守得非常好。当然，这个也是没有火器的情况下。如果你用火药炸的话呢，还是可以炸开一个缺口啊。那边也是，这个是很长的一个城堡，非常的宏伟啊。现在就上去看。